돼요. Thank you.
你講下。
吃啦。
是我这条裤子，侬其实准备做哪个东西上外跑的吗？这条？完了，整这一回没有？不完了，不完了。
镇里，书院以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涵养心性，营造社会美好生活。我的第一次朗诵就是在这里，我三岁的时候朗诵了一首《春夜喜雨》。我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乐趣，在七十二岁那年登上了人生的第一个舞台。Oh, okay.
小姑娘，一个女扮的，妈妈来呀。
家系点咧？来参加朗诵会，来当一个功课主持人。来这里。